Welcome to Beautiful China. Luminato 艺术节是一个国际性的多元艺术庆典，直至今年已经是第十届。每一年的六月，艺术家们运用自己的创意，将城市中的街道、公园以及公共场所变成了充满特色的艺术乐园。在艺术节期间，我才有幸访问到加拿大籍独立艺术家子玉 Amber Swift。他一直梦想在中国生活，而在北京生活了12个月以后，他构思了一些新的作品来反映自己在遥远的东方的这段生活经历，并把这些新作品命名为《静水》。这些作品都是全新的，是在加拿大音乐界中已经小有名气的一位艺术家的又一个新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 Elsa。今天呢，很高兴有 Amber 在我身边，他会跟我们就说一下他的音乐，还有他就刚刚新推出的一些 album， 就让他跟观众朋友们就介绍一下他的音乐呗。哎，你好。你好。我的音乐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我的音乐包括blues， 民谣，还有爵士，还有摇滚，都在一起。而且我的歌都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今天下午我估计我基本上会演我的英文版，因为我现在在加拿大，但是在中国的时候我基本上演我的中文版。我相信观众朋友们都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学你的普通话的呢？我10年以前我上大学了，在多伦多大学。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过中国，然后2007年第一次去中国，我差不多所有我学过的中文都忘了，所以在中国再开始学习，然后在中国爱上了我现在的爱人，我爱人就有一个，然后是因为我的爱情关系，而且因为我在中国的环境，我现在会说中文，中文还是不是100分流利，但是我希望以后会的。Didn't even know I wanted to stay. Went down to your house one day. I didn't know I would want to stay. Why'd you have to be so nice? Why'd you have to be so nice to me? Why'd you have to be so nice to me?此外，来自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的雷鬼乐队龙神道乐队也参与了此次的艺术节。我们还意外地发现，他们的主唱正好就是 Amber Swift 的丈夫。大家好，我是 Elsa。今天很高兴又请到中国来的一些音乐人，就是他们就是龙神道。就今天他们过来这边就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就说一下他们在多伦多有什么打算啊，或是有什么宣传的活动，就让他们跟我们聊聊吧。你们今天最近来到多伦多就喜欢这里吗？就觉得这里的华人跟中国的华人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特别的热情啊，或什么的呢？我们整个乐队是第一次来到多伦多，我们也觉得在这里的整个的社会的氛围还有人都特别热情，而且我们也品尝了当地的广州的香港的美食，我们特别喜欢，量也特别大，味道特别好。然后我们也希望那个在这里的华人吧，能够多向在这里的当地的加拿大的居民介绍我们的亚洲的中国的文化。你们来到这个多伦多宣传有什么有没有想到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或是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法去来推广你们的音乐呢？我觉得不用特殊的方法，因为音乐的语言呢全世界应该都是相通的，我们不管在全世界哪个地方演出，每一次都是一样的，就希望就表现出我们自己的对那个音乐跟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然后希望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大家都能喜欢所有的人。就看你们几位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 talent 的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就是究竟是什么的原因就把你们几个人就是集合在一起的呢？就是命运吧，命运嘛，然后也挺有缘分的，然后我们都挺喜欢这种reggae music， 我们都喜欢，然后也希望那个不管是在国内的华人还是在当地的华，在多伦多的华人都能够多听雷鬼乐，这会让你很开心的。
对，还有就是我知道你们等一下会有一些演出在多伦多这边，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你们就以后的那些表演的地点呢，会在哪里，或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可以去看到你们的演出呢？我们今天会在Limonado 那个广场有个演出，我们是8点钟开始，这次参加这个亮点艺术节我们也很高兴。还有另一个叫 Cultura， 然后你记住第一个是 Luminato Festival， 这个是在你要问 The Hub。然后在它在一个 park， 大家可以在 internet search 一下。然后另一个叫什么 ？Cultura and Luminado， 龙神道。7月5号。多伦多。哦，就今天我们就跟他们很开心，就聊了一下，那就这样子了，就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他们哦，他们就是龙神道。微风着空白，绕的那座山脉，没有快乐，没有伤悲。慢慢飞，微风着空白。感谢收看今天的大都故事，我们下期再见。